宝马 M 系列 ，M 系列不是跑车吗？总共于你那是双层夹胶的吗，兄弟？你那是不是双层夹胶的？你是咋的呢你？你不卖车了是不是？你好像那个小黑粉。他开的是 A5， 跟 A 七二没有一点关系没有。你去找一汽啊，这个兄弟，这上头是找一汽啊，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。对啊，你不要来找上汽啊。不知道什么，太抓到了。跟我没关系啊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你转走，我给你转到一汽直播间。传奇 M 八稳定稳定，明年我也想搞一个商务车吗？传奇 M 八到底长啥样？来，我给你搜一下吧。就和阿尔法差不多那种呗。收一收，收一收，收一下。二迪二八秒虐宝马 M 系列，宝马 M 系列怎么说呢？就那样。哎呦天哪！双妹也北方的吗？对，我俩一个地儿呢。哎。啥来着 ？M 八？啥 M 八啊？光，这传奇 M 八。啊、哦。传奇 M 八。哦，这玩意儿啊！哦，这玩意儿、啊。谁喜欢它呀？你给我看看呢。这玩意儿，哎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不咋行啊，这玩意儿。妈的，会亏了胳膊长点，要胳膊不长的话。啊，这个啊，你要是买 A7L 到双妹这里买，双妹保证给你找到女朋友。哎呀，我跟小双关注主播，这是哪个双？哎，贝贝也北方，嗯，主播买了奥迪 A7L 一个月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？主播给你介绍。A7L 落地多少钱？我们这款呢是 2.0 带 Quattro 的一个特别版啊，这个特别版的是一个风骑士，落地的话是51左右。我们的这个还有现在还有金融方案啊，而且这个车子里面是带我们的 BO 音箱 ，BO 音箱是赠送的。这边的话只需要首付22，然后呢月供的话，分期是分36期，然后月供大概不到6000元，是5000多块钱。啊，然后呢三年之后这台车子再付一个90000块钱的尾款啊，直接就可以开，就是属于您的。如果90000块钱三年之后呢这尾款付不下来的话没有关系，这三年之后这个尾款还可以再继续贷啊。说贝贝买不也一样吗？欢迎我三弟。胳膊不长用脚拿手机也是一样的，那不一样，那不行啊，那双妹能杀了我。啥呀？那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了？啥问题啊？他说买了 A7L 一个月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？哦，真不错，上头真不错。